在滚滚而来的滚滚们的滚滚生涯中，对于盆盆奶的狂热常常让他们难以自拔。为了心爱的盆盆奶，他们甚至不惜秀出自己与生俱来的独特技能。不，这次不是卖萌，而是碰瓷。这种连自己都不知道下一秒要不要倒下去，纯拼勇气、拼感情、拼浮夸的特技，小朋友就不要学习了。第一种，无中生有派。奶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默默打我。红光之力打我，还布下了反弹结界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护体真气小宇宙爆发？第二种，弱柳扶风派。美女，我感觉呼吸困难，浑身发冷，啊，救命啊，就是他撞了我，赔我100瓶。